接着念第七章，亲戚人亡，臣法亡。没有忘记是总持的心意，一念十方三世，前前后后，前前是秘密，大秘密，真秘密，即究其秘密，密行持名，舍弃王位，到远方成佛。因陀罗布帝王了解这个因缘的来龙去脉之后，就视为如何来使这件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首先他为了那死去的小儿实行了盛大的佛事，而且给予诸侯许多的财宝作为补偿，同时国王又给予劝慰，使他心中的嗔恼消除，然后向大家公布让太子在宫中闭关忏悔，不准外出，使大家了解国王有惩罚太子的决心，而太子也能够依律奉行，自修忏悔。国王要太子深居在深宫之中，并随时派遣百名的大力士分别把守外门、内门和中门，强令禁止太子，不许太子出门到城外去，而且更将宫城外面的城壕挖深，关起城门，调遣大队人马守护城门。因陀罗布帝王从这因缘里面也了知太子或许将不会久安于国中，所以开始了预先的防卫，一方面既可以给予国人交代，再者呢也可使太子断除了去国的因缘。因陀罗布帝王在宫中安排了各种吉祥欢喜的娱乐，希望使莲花王太子能够断绝出宫的念头，而安适地居住在乌萨那的皇宫之中。有一天，莲花王太子以妃子慈光女救醒之后呢，慈光女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了许许多多可怖可畏的境界，她见到了整座山在摇晃着，大地引起了各种奇异的震动，大树连根被拔起，地面也裂开了，天地混乱颠倒，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在摇滚着。不止如此，慈光女竟然见到自己的头发一根一根地落下来，而且看到她的牙齿一颗一颗地往下掉，当掉在地上时还铿锵有声。在噩梦之中，慈光女从极端的恐怖中惊醒过来，并且一面惊愕不止，一面哀嚎着，直到完全清醒过来之后，她的身体僵直的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她胆战心惊，大声哭泣而难以抑制。这时莲花王太子用温柔的眼光注视着爱妃，一只手染扶着爱妃，另一只手则轻轻地拍抚着她，让慈光女慢慢地安静下来。太子就问慈光女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做了噩梦而惊吓男子呢？这时慈光女就将梦中的景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莲花王太子。太子就宽慰王妃说，慈光女啊，我的爱妃，你是清净无染毫无罪过的，而且你的心地善良，所以你的所见所思所闻都应该是善根的发相，千万不要恐惧，你刚才所梦到的其实都是吉祥的好梦。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对梦境的观察与一般众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们不要被梦中的虚幻景象吓住了，安心地睡吧。这些景象都是代表我们的业障即将清净，在佛法的修学和度生的事业上都将得到增长的象征。
说着，他就安慰着已经吓得手足无力的时光里，慢慢的让时光里安眠入睡。这时在莲花王太子心中，已宛如明灯一样，测见了这一切因缘。其实慈光女梦到了整座山在摇晃，大地碎裂动摇，一大树连根拔起，这些在佛法中都代表着这个世界即将出现伟大的成就者，就宛如佛陀出现在世间之时，大地会发生六种震动一样。而树的连根拔起，更是表示众生的无明的命根将被连根拔除，众生轮回六道的命根都是从无始无明的业障所产生的。无始无明纠缠着贪嗔痴，支撑着造作业障的身口意，其贪染挣扎于轮回大海。而这一切无明的根源现在将被连根拔起了。至于天地摇晃翻滚，代表所有颠倒梦想的世间要被扶正，一切魔功都将震动，一切如来的事业也即将增长。另外头发一根一根的落光，是代表具足成就清净的比丘的因缘，而牙齿一颗一颗的掉光，这是代表能够去除染污的重视，而具足一切清净，这些都是吉祥的因缘啊。太子心中有了决定，于是就起身慢慢地走向国王的寝宫。这时太子安住在吉祥的心意之中，所以周身隐患着层层的光明，宛如流星一般。他在宫中安详地走动着，宫中也现起了层层的祥光。这时因陀罗菩提王正在睡梦当中，忽然间祥光映入了眼帘，他从梦中醒了过来。这时他睡眼惺忪地说，咦，是不是清晨的时候到了？是不是太阳出来了？但太阳应该没有这么早出来吧。等他张开眼睛一看时，原来是太子身上散发着闪闪的祥光来到了他的跟前。这时他十分惊讶，向莲花王太子问道，孩子啊，这么晚了你怎么不在寝宫睡觉跑到这里来呢？如果你不睡觉的话，你呢像莲花一般的清明的眼睛会受损的，那会影响到你庄严的神气，你要注意身体，好好休息吧。这时莲花王太子双足跪下，向父王合掌说道，父王啊，我的大恩父王啊，请你静静地听我叙说，我在这个世界化身出现，是为了一心想成就佛道，想在这里的一生里圆满成佛，来救度众生。所以如果我每天直挺挺地睡在那里像一具尸体一般，那是与我的本愿不合的，对我而言也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幸福可言。我希望能够抛弃一切懈怠和散漫的心，专志一意地去追求佛陀的教理，实践我对众生所发起的菩提心，圆满佛果。我亲爱的父王啊，请你不要为我伤心，不要为我忧愁，毕竟修持成佛才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因陀罗菩提王听了莲花王太子至情至性的言语之后，十分感伤地落下了眼泪，就像他的爱子说道，孩子啊，
你为了使众生得到就近的安乐而发起这样殊胜的心愿，我心中实在是悲心交集。我可爱的孩子啊，事实上我跟你一样，都是要救度一切的众生。我们都在缘起中示现，降生在人间，而来帮助众生。现在我在这因缘里面成为一个王者，但是我却没有一个可以继承我事业的人，所以我敞开所有的宝库来做种种布施的事业，积聚广大的福德资粮，并且千里迢迢地去航海探险。我本来已经不再寄望有任何的指示了，但是我竟然能够具有这样清净的因缘，在莲花树上发现安住在无声境界，能够超越因果对待的殊胜的化身。而且我不只有幸能够认识您这位圆满清净以莲花化身无父无母的法尔佛陀，乃至竟成为我的儿子。说真的，我心中已经完全满足，感觉到一切圆满了。我现在希望你能够继承我的王位，来帮助一切众生使正法得到弘扬，并且使究竟无上的密乘得到圆满。我希望你能够继承我的王位，来领导这个领土的众生，使他们安住于无上清净的境界。整个国家的人民还有我都将奉持您成为宛如头顶上最珍贵的摩尼珍宝一样。其实一切佛法是不离世间的，最究竟的菩提法也是要融摄世出世间才能圆满，而无上的密乘更是要在世间当中勇猛的实践金刚之道才算究竟啊。所以你千万不要用错谬的见解而厌恶这世间的有为法，这是违反大乘佛法也密乘的教理的。请你用智慧仁慈悲心来照顾施予我及周遭的人们吧，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悲心，你不能够淘气这样的悲心与责任的。你如果淘气这样的悲心的话，那么你的菩提心将不能圆满，也不能够成就究竟的佛国。两位菩萨都是发了菩提心的，在这个何去何从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番这样的表演啊。莲花王太子听了父王的这一番话之后啊，就十分恳切地向父王说道：父王啊，贪欲嗔恨以愚痴这三毒的病根是很难摆脱的，就像我们的影子一样，在生生世世当中纠缠着我们，引导着我们，制造了恶业，就像乌云所覆盖的大地一样，一片的黑暗。事实上，我们所行所现起所做的一切，虽然是用正念迎向光明，但是我们真正扪心自问，往身后观察，当我们看到所面见的光明时，它的背后不正是我们黑暗的贪嗔痴的影子所显现的吗？或许我们可以口气很大，很理直气壮地傲视别人，但其实这正是在遮盖着我们心里面脆弱而且充满着罪恶的贪嗔痴。真正的修行人应当自内反省，来观察自己贪嗔痴的影子，使自己的身体心灵能够像透明的水晶一样，没有任何的杂染，不必反射任何的阳光，让光明照射到心灵的最深处，
让心灵不再有任何贪婪的欲望，使所有的贪嗔痴自然消融无际。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应是这么柔软，能够柔顺地接受一切光明，而不会霸道地将所有光明反射回去。他圆满地具足的光明，并且绝不会像假修行人一般将这光明说是从自身所散射出的。众生的可怕我执带着贪嗔痴三种邪毒，并且用身口意来不断地造作轮回。有了贪嗔痴三种根本大毒的凡夫，事实上根本没有办法忍受任何的痛苦，连身上一点一滴的痛苦都没有办法有刹那间的安住，当然更没有办法安住在清净的境界里面，何况是具足安忍波罗蜜多。众生连身上一点卑微细小的痛苦都难以忍受，我们怎么敢期望他们能够忍受地狱、恶鬼、畜生这三恶道最深重的苦难呢？我不知道这么可怕广大的痛苦何时会来到，而我们却把现身当成永恒，当成长远不坏的，而且用尽一切心力来保护着，这真是颠倒梦想啊。父王，我现在需要修行清净道果，我实在无法在这样无知愚蠢居住了贪嗔痴中毒的人群当中生活下去了。在这些居住了贪嗔痴三毒的众生当中活下去，实在是生不如死啊，父王。我不会依恋在这如幻因缘当中不断轮回六道，我不会依恋这像涂满了蜜糖而里面的实相却完全是贪嗔痴无明的苦果，我不应该在这样外表安适而内里实在是永无休止的苦痛当中苟活下去。父王，我希望能够让我出家成为一个沙门，因为清净的比丘让我能够抛开一切杂念污染，让我能够坚固安住在菩提心当中，修行密乘的大道，修行无上的究竟境界。父王啊，希望你能够满足我的愿望吧。说着，莲花王太子眼泪流了下来，他真实地感觉到在一群贪嗔痴中毒具足的人群当中具足，事实上比在阿鼻地狱当中忍受着凌迟之苦，受着黑风、受着寒毒、受着烈焰的焚烧都还苦痛。这些外在苦痛都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心的苦痛却是永恒的纠缠。外在的苦痛可以经由禅定，可以经由观想，可以经由切断神经系统来降服，但是内心那种心灵最深处的苦痛却是如影随形，永远没有办法断之的。即使是安住在无想定当中，一出定之后仍然还是立即感受到无明中毒的纠缠，这么可怕的事情莲花王太子是彻底关键了。这正是菩萨未应众生未果的视线吧。这个时候啊，因陀罗布地王心中实在是十分的难忍，十分的刺痛，他总算找到了一个清净的化身成为他的儿子，而且要继承他的王位，但是现在他却要离开王宫，要到远方去修行，他心在十分苦痛当中，而且泪流满面。
他哽咽的声音，苦痛的断断续续的呻吟道：哇，为什么生命是那么无常？为什么人间是那么苦痛？为什么我竟然不能够在没有见到你之前就让我两眼永远瞎了，永远在又穷又病当中死去？为什么世间是那么苦痛，带给了我希望，又活生生地把我这最光明的希望从心里头狠狠地挖走了。一个人的心到底能够经过几次的摧残呢？我这样子活着又有什么用呢？阎罗法王，你为什么不来勾召我的身世，让我现在就逝去世间当中所有的苦痛，所有的忧愁？还有比这个更苦痛的吗？佛陀啊，一切护法天神，为什么要让我永远纠缠在希望与失望当中呢？这时莲花王太子安慰他的父王说：父王啊，我们都是密乘的修行人，我们都是了知正法的，都应该安住在正念当中。你现在应该了悟一切诸佛菩萨所教导我们的法义吧。过去的诸佛菩萨，他们曾经不断地劝慰我们，在许许多多的经典里面都给予我们清净的导引。事实上我也曾经想过要以世俗地的道路来满足父王你心中最深刻的期望，但是父王，你心中最深刻的期望反而将成为你生命中最大的障碍啊。现在父王，让我用自诚自念的心唱诵一首修行曲，讲述我现在心中的觉受，来安慰您。请安心地听我叙述。有缘故人相会，最终终将离散，暂时聚首相遇，最后必将远离。世间无常，没有任何不变的有为法，一切君臣的相遇，恍若四极，纷纷扰扰，总是诚实相聚，目实善意。过去的人已经离世远去，生命的无常变化总是令人悲怜。我们的身体是有为之法，必然终将毁弃。人生匆匆，宛如过客一般，速来速去。一切的有为法都是现前无常的。我们将我执的蔷薇加高，关注在里面，也不能够增长帮助我们长生不老。一切亲情只能令人衰老，不能使人生命长驻。居住广大的财富也终将散去，徒增我们的苦痛而已。人间的英雄虽然叱咤风云，也难逃生命的期限。流浪在十方，真正实证了佛法的修持，才可了悟究竟的真理。我要找到真实的一乘教，归命真实的如来之道，让父母也能够成就无上的佛果，这才是真正的大孝。愿父王一切都吉祥。莲花王太子一面唱诵着偈颂，一面在父王之前发愿，希望能够使因陀罗菩提王安心。
国王心中本来也是清楚明白的，只是父子姻缘难舍而已。只是他心中若有所悟，就不断的点头，连连称是。国王心中也了悟，这才是莲花王太子应该走的真正道路。这时他的心念安住在清净污染之中，断除了一切对爱子的贪恋。因陀罗布帝王忍住了心中难忍的苦痛，向莲花王太子说：爱儿呀，我祝你一切如愿，早日修正成就佛果。说罢用衣裹着头大哭了起来。莲花王太子眼角湿了，静静地看着哀伤的国王，心中实在是十分的苦痛，十分的难忍。但是为了究竟的利益众生，为了成就圆满的佛果，他必须如实的离去。这时他向父亲顶礼告别，慢慢的回到了寝宫当中。黎明来到了，今日的阳光似乎特别的温暖，也特别的柔和。莲花王太子为了实践远离乌张那国修行的因缘，所以在黎明的时候就传下了上朝的命令，要王臣们全部聚集到王宫当中，来成就他舍弃王位的因缘。莲花王太子即将舍弃王位而出家修行了，他要修持密法的境界律仪。此时大臣们已群集在宫殿当中，议论纷纷，不知道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朝令，太子要召集大家来到王宫。当大家在议论纷纷的时候，莲花王太子已经在佛坛前向佛陀祈愿舍弃了王位，而受持了密教的律仪。他裸身披挂着六种骷髅的密衬严饰，手握着灵杵与三尖的天杖，在佛前慢慢地舞蹈着，并且用金刚游戏的舞步舞入了虚空幻化的境界当中。灵杵代表般若智慧与慈悲方便，而三尖的天杖更是示现了诸佛的法报化三身。他舍弃了王位，在宫廷，在大殿的楼阁之上跳行着金刚舞步。这时群臣正聚集在下面的大殿当中，莲花王太子观察着群臣，也了悟在这个缘起之下，他必须以一个具体的因缘来离开这个国度，而且不能因为他弃绝王位而使国家产生了种种的纷争，并且在他离去的时候必须对乌张那国有着最后的吉祥导引。在国中有一位大力的魔臣，莲花王太子就是要以超度这个魔臣的眷属为因由。在大悲幻化之中，他示现了秘密的诸法千十方便。太子假装失手，将天杖与灵杵祭起，诛灭将引发磨难的魔臣的妻与子。飞空的灵杵刚好击中魔臣乌巴达的儿子嘎达玛的脑袋上，竟然把他的脑袋打碎了。而三叉天杖直直地插进了魔臣的妻子扎达嘎的心中。此时母子两人在一刹那间全部失去了性命。其实这是莲花王太子以代表智慧与悲心的灵杵，与代表诸佛法报化三身的三叉金刚天杖
用如幻的超度妙法，将他们母子二人的神识超度到了金刚法界色究竟天，使他们远离魔尘的势力，最终能够得到殊胜的解脱成就，也使魔尘的魔力受到了压抑。这时大臣们全部乱成一团，就连希望莲花王太子继续执政的大臣们顿时也慌了手脚，他们差时不知道如何再支持莲花王太子了，也不知道该如何来使莲花王太子继续执政。这样一来，反而断除了莲花王太子远离乌章那国的所有缠缚的因缘。此时王臣们纷纷议论，立为储君的莲花王太子为何老是做出违法乱纪的行为？他上次以石头杀害了诸侯的儿子，惹来极大的祸端，现在才隔没有多久又将大臣的妻子与儿子杀害了。由这些事情看起来绝非意外，一定是有意的行为，他一定是喜欢杀生，所以故意假借失手去随行杀人的行为。这根本不是转轮圣王，这根本是魔王啊。我们应当依据王法来狠狠地责罚，否则他还会继续的违法犯纪。这时这个大势力魔城的手下们甚至还主张应当对莲花王太子施以最残酷的割肺之刑。国王听了群臣这样子的禀告之后，心中十分的慌乱和不安。他虽然了知太子的殊胜，也明白太子所要示现的因缘，但是为了使国家安和，使群臣安心，使这些权臣豪门们不要心生异想，使国家陷入慌乱，所以就附和了他们这些荒谬无知的世俗语言，而说道：我这个儿子莲花王到底是佛的化身呢，还是魔鬼的幻化呢？真是搞不清楚他。但不管怎么样，我看啊，还是不要将他杀死好了。我们就将他贬谪到边疆地区，让他在那边受罚反省吧。因陀罗布底王慈爱着太子，他不愿意太子受到群臣所主张的苦刑杀害，但是王法的尊严却又使他不能不惩罚太子。但这一切其实都是莲花王太子早已预知的幻化游戏啊。现在因陀罗布底王趁着大家都在场的时候，在表面上似乎是在惩罚莲花王太子所犯的重罪，但是实地里却是为莲花王太子开启了一个出离修行的特殊因缘。事实上他是给予莲花王太子最深的恩惠，使他在成佛的道路上没有干扰的自在修行。此时国王对着莲花王太子以及众大臣说道：太子啊，你这位在宝海之中的莲花树上现身无父无母的清净化身，你是具足一切功德与吉祥相好，因为我没有子女，没有继承人，所以立你为我的太子，希望你能够承继我的王业，成为具德的王储。但是没想到你这位太子的行为实在太粗暴了，竟然杀死了大臣的妻子与儿子。现在各位大臣希望我用王法来严厉惩治你，甚至希望我施于你割肺之刑。但是我开启了圣恩给你，将你贬离到遥远的边疆地区去，现在你希望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吧，远远地离开这个国度，到各处去吧。
我现在将你放逐到十方去，希望你擅自增设反省。这时太子向因陀罗布底王回禀道：父王啊，您永远是我最尊贵的父王，您一切的教诲，一切的光明指引，我必定遵循。在人世当中，父母当然是最尊贵的，也正是父母允许我，我才能够成为王室，也才能够继承国王的大位。然而现在的因缘让我即将离去，但是我要宣说一切过去世的因缘，让大家了解我为何会失手杀人。但请大家相信，这并不是为我自己所行，为我自己失手杀死了大臣的妻儿而辩护。我愿承受这一切所有的责罚，因为在佛法的因缘当中，虽然具足菩提心的菩萨行者可能为了救度众生的缘故而示现了如幻的罪行，虽然为了甚深悲心的缘故他必须这样做，但他绝不想因为发心善良的缘故而祈求免罪。就如同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的时候，为了救度500个商人，不得已将那立即要杀害这500位商人的强盗杀死一般，佛陀当时救助了这500个商人，也阻止了这个强盗种下杀人的恶业。但是当他杀害这个强盗，在缘起上仍然犯下了杀人的罪行。所以说，我杀死了大臣的妻子与儿子，是有极深的缘起存在。现在我要将这一切因缘向父王禀报，但是您要知道，我还是欣然地接受父王所给予我的惩罚。就如同上一次我失手杀死了诸侯的儿子的因缘一般，这一次我失手杀害了大臣的妻子与儿子的起始因缘，也是在我的前身为乔达摩日种的时候所种下的缘起。大臣的妻子扎达嘎拉其实就是当时那位妓女桑姆的女仆，而大臣的儿子嘎达玛就是当时的奸商阿里。现在我失手误杀了大臣的妻子与儿子，这实在是极有此次因缘来成就甚深的果报，使他们不再受苦轮回而受用解脱。在表面上我杀害了他们的生命，但实际上是在如幻的大幻化迁移神识的游戏当中超度了他们的生死，使他们脱离轮回的苦海，最后能够安住在究竟的密乘当中而成证圆满的佛道。但是父王啊，王法治国应当是要从严的，太子犯罪与庶民同罪，将我流放到他方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心中无怨无悔，而且欣然喜受，这是我实践菩提心行所应当信受的回报啊！请父王您马上执行这个命令，我欣然喜受，现在也向所有的王臣与百姓谢罪。莲花王太子这样子宣说之后，大王虽然明知他所说的是实情，而且心中的难舍之情与伤痛也不禁在他的脸上展露出来，然而他仍然必须在大众面前表现出对太子所行之事的严正态度，来圆满此次因缘与莲花王太子的心愿。这时因陀罗布底王脸上现出十分严肃不悦的神色，而众王臣还是愤愤不平地相互商议，
应当将太子流放到何处呢？有的说应该将太子流放到伯律的地方，有的说应该放逐到南方的白达地方，有的说应该放逐到孟加拉，有的说应该放逐到外道赤同州的地方最适合，有的说应当放逐到房屋州，有说应该放逐到里域，有人说或许那烂陀是很好的地方，有些人说托嘎尔也可以，有些人说沙河尔，有些人说阿夏的地方，甚至有些人主张应该放逐到大食阿拉伯地方去，有些人则说应该放逐到马如泽，有些人更是说要放逐到北方的香巴洛的地方。每个王臣各持己见，竟然争执了起来，大家闹哄哄的，没有定见。这时国王心中很不愉快，而且看到大家争执的实在太不像话，就要求大家肃静下来，然后裁断说，各位大臣，你们这样莫衷一是，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看这样子好了，莲花王太子他愿意去哪里就流放到哪里好了，就让他随顺着他自己的心意到处去流放，只要远离我们的国家就好了。这时这位宛若第二佛陀的莲花王太子就说道，父王，法界的一切都是无常幻化的，不止我们的生命无常，连居住的地方也是无常的。一个修正密乘瑜伽的人，安住到哪里，哪里就是净土，到哪一个地方，哪里就是无量光佛所居的光明宫殿，任何地方都是普贤王如来的清净刹土，都是报身佛所居住的奥明天宫啊。事实上我们的生命除了实践佛法之外，实在也没有任何事情是值得我们去珍惜，值得我们去从事的。我在王宫当中十分幸运地遇到了实践密乘瑜伽的修行人，此时我的心已经超越了一切对待，已了无生死的缠缚了，所以我不怕受到任何的刑罚，也不会贪恋居住的所在，所以不怕被流放到任何的地方去。父王、母后，你们两位尊长请暂时在宫中居住，希望你们一切平安吉祥，在就近的佛道中能够日益增长，最终圆满成就佛果。莲花王太子说完之后，就向他的父王母后顶礼。这时王后扶住因陀罗布帝王的上身，痛哭失声地说道，可怜啊，我们如此可爱而举世无双的爱子，为什么竟然要遭到流放的命运呢？这种恶劣的想法为什么竟然要去做呢？大王啊，让我代替我的爱子来接受流放的刑罚，把我流放到十方各地去吧，让爱子安住在国内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到这金雕玉琢、清净向好的爱子到处去流放啊。面对王后的苦苦哀求，因陀罗布帝王轻轻地说，王后，你忍着点吧，不要被大殿的王臣们看到了当笑话。我会在我们的儿子离开国家之前，拿珍贵的如意摩尼宝给他。这个宝物能够驱除一切的疾病痛苦，又能够驱除一切的饥旱，具足了种种的功德。任何的祈祷，任何的祈愿，它都能够使我们得到满足。这如意摩尼宝
可以作为王子身上的护身宝物吧，所以请你不要担心。太子的心安住于寂静的禅定之中，所以他的耳根十分的锐利。虽然大家都没有听到国王对王后所说的话，但是对他而言却宛如抿扣红钟一般，字字清晰的都听闻到了。莲花王太子就躬身向国王说道：父王啊，您不用担心，您的儿子现前所见的一切都是如意摩尼宝啊，所以父母您的宝贝对于我又有何用呢？因为我本来就是具足一切吉祥的化身。父母啊，我现在就为您这个如意摩尼宝配个对吧。说罢，莲花王太子就口吐一滴唾液，唾在国王的手掌心。在不可思议的清净幻化之中，这一滴唾液竟然化成一颗如意摩尼宝。国王心中感到十分的欣喜，也更加坚信太子确实是珍贵的佛陀化身。这时，国王就安心地走向众位王臣之中，而此时，众朝臣们也已经悄悄地讨论好了，决定要将太子放逐到何处。他们认为国王太袒护太子了，所以众口同声地向国王说道：大王，如果要流放太子的话，不应该随着他的心意，这样子实在是没有任何惩罚的效果。如果要流放的话，我们应该让太子流放到最恐怖、最可畏的寒林坟地去，可以给予太子最恰当的惩罚。国王心中对这些大臣们的心念感觉十分的幼稚可笑，但是还是正色地对着朝臣说：各位大臣啊，莲花王太子是人世间最无与伦比的转轮圣王，他具足32种吉祥相，80种好，实在是空前未有的圣者啊。可惜这位伟大的清净化身因为违反了国法，就即将被流放。我原先担心他出家成为沙门，而不能够传承国家的王位，所以我派遣重重的侍卫来守护城门和宫殿，使他不能够偷偷跑出城外而去出家修行。但是现在这位伟大清净的化身却即将被流放，而在他将要被流放的时候，各位王臣大众竟然是谁也不感觉到可惜，而且还主张要将这位清净的化身贬谪到最遥远最可怖的地方。你们贬谪他唯恐不深，责罚他唯恐不重，我们这样做的话绝对不是一个吉祥的缘起，将来一定会发生许多不吉利的事情。我们的国家将来或许会发生战争，会流行各种的疾疫，或甚至产生了大饥荒，这将是因为我们的心灵都没有安住在正法当中，也没有真正安住在吉祥欢喜当中所引起的。这时，魔臣乌巴达听了之后十分的愤怒，他也不顾君臣之礼，就抢白大王的话说：国王，您是一个执政的王者，您所说的话一定要能够昭信天下。您的命令如果反复无常，怎么能够治国平天下呢？怎么能够安老百姓的心呢？我们现在的国法是由大臣们共同来议事的，只能做一次决断，不能够反复无常。如果我们这样反复无常，不能够同心协力、步调一致的话，那么如何能够使百姓们得到心服呢？现在大家既然都已经同意
要将莲花王太子贬谪到狮驼林中去。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希望大王不要再反反复复的。魔臣乌巴达因为他的儿子与妻子都被莲花王太子所杀死，所以特别的仇恨愤怒，硬要将太子贬谪到最可怖的狮驼林坟地中。国王在此情势已难再改变的情况下，只好答应了群臣的要求。乌章那国的百姓听说莲花王太子被贬到寒林坟地中去，大家都感觉十分的讶异与难舍，几乎每个人都摩肩擦踵的一起赶来，想前来看一看太子，甚至从全国各地最边远的地方都有无数的人赶到国都来观看太子出城的情况，向他告别。这些老百姓们大多是从事着耕种或是做粗重的工人，他们的手脚都十分的粗壮，但是现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上都挽成了发髻，装饰着珍珠、玛瑙、金银、珊瑚等种种的宝物。他们宛若参与一场盛会般，几乎将所有的家当都穿戴出来，他们身上也穿着各种红白各色最珍贵的华衣，女人们的头发也编织了起来，上面用海螺、松耳石及各式的发簪、发饰来装饰。另外又有许多的修行人、婆罗门与穷困的贱族百姓都来参与这场盛会，甚至连病人也拖着残重的病躯前来，更不要说一切无依无靠的流民，当然不会错过这场盛会。现在莲花王太子要被贬出城，反倒像是一个国家的盛会一般，在王城里面，不管城里、城外或城楼上、城楼下，马路的两边到处都挤满了人。这时莲花王太子来到了王宫的内门，大鼓敲出了沉重的鼓声，一声一声的咚咚咚，像敲击在每一个人的心的最深层一般，而海螺也呜呜地响着，似乎是在宣演着法音，也像是宣说佛法即将升起弘扬。有些人敲击着腰鼓，另一些人则敲击着小鼓，各种鼓声间错，与清静的海螺构成庄严难舍的气氛，而琴声也优雅地响起来，各种吹奏的乐器与弦乐全部一起合奏了起来。太子妃池光女一直紧紧地跟随着太子，在这时却再也忍不住地痛哭了起来。他向太子哭诉道：清静吉祥的贵人，我是您的妻子，您无论走到哪里，我今生今世就决定要跟着您到哪里去。现在请您看看这座具足了重宝庄严的宫殿，希望您能够在成就超越一切生死境界之前安住在这座宫殿当中啊，您千万不要离开我啊。时光女在极端的哀痛当中发出悲泣痛极的声音，在悲泣难忍中双手紧紧地抓住太子，最后她抱住太子的双腿不肯让太子离去，硬要将太子拉回到宫里面去。这时太子心中也是十分的难舍，就对池光女说道：爱妃啊，我的行为触犯了国家的法律，王法需要严明，我虽然是太子，但是也不能够违法乱纪啊。现在我犯了律法，从此要流放到寒林中，
寒林是十分可怖、十分险恶的地方。在寒林坟地当中，只有修正、有成就的人才能够吉祥安住啊。像你这样宛若天仙般的美女，是不可能跟随我到那样可怖可畏的地方去的。现在让我先到寒林中去放逐，你且安心地居住在皇宫当中，你不必难过，我们必然还会相会，我一定会回来。当我修持成就之时，必然会回来救度你，使你也在修行道上得到圆满的成就。这时，王妃持光女她的心绪不断的翻滚，心情极端的恶劣，在极端的痛苦中而难以自抑。她心中思维，太子的流放虽然是父王的诏命，违犯王法的罪业也难以饶恕，但是如此清净庄严的人现在要遭受放逐，我的心中是那么难舍，是那么痛苦。他想到此处便说道，太子，无论如何我一定要阻止将你放逐的这件事情，我去向父王求取恩赐来饶恕你的罪行，不要让你受到流放的处罚。说着，持光女就匆忙地跑回皇宫。这时，持光女匆忙跑到国王面前，扑倒在地上，悲痛地无法站立起来。此时，太子正慢慢走到了宫殿门外，站在一棵无忧树的前面，对着拥聚在那里的人们说道，各位百姓们，我们应该了悟整个生命无常的真实。我们的身体像海边的树木一样，总是会生生死死，无常变化着。我们身体的力量元气也像山上的云雾一般，时常翻滚变化，没有不变的时候。我们的心念也像天上的闪电一般，无有停时，疏明疏暗。我们的生命更像草尖上的露珠，朝阳一照到时，很快就蒸发消失无踪了。宇宙中的一切万象都在无常之中倏然流过。我们应该了解生命无常的真理，我们也应该了解整个生命都是由因缘所成就，也都是无我，没有不变的主体的。千万不要执着自己的生命，用无明的烦恼运作着贪嗔痴三毒，指导自己的身体、语言、心念来造作种种的恶业，使自己堕入了罪恶的冤束当中，而不能够解脱。我们应该体悟生命无常的真实，体悟无我的真谛，如实的在佛道中修持，圆满的增长生命智慧。他这样子谆谆向大众教诲着，这些围拢而来的百姓们，不管是男或女，全部伤心地落下了眼泪。这时，从天上冉冉飘下了护世四大天王，东方的持国天王，南方的增长天王，西方的广目天王，北方的多闻天王等四大天王，他们都带着随从大臣以及眷属前来。这些守护世间的使者、眷属，还有护舍、行舍各类随从士卒，一起到达清净化身莲花王之前，供奉龙王七宝。此时，王妃慈光已在国王的面前向国王哭诉道，国法如果能够合情合理，那么就能够使国家安泰，人民康安。但是如果一味地随顺
沉重不如理的要求，那还是不能够得到吉祥安乐的。一个王子要能接纳谏言，要听从良善有智慧的建议，但是现在国王的心中是不是升起了极大的烦恼障碍呢？为何会使这样的清静伟人贬离家乡到寒林坟中去呢？或许从今而后我们就难以再见面了。国王，你只有一位继承人，现在却要把他流放到边地寒林中去，未免太绝情了。现在儿子没有了，王室即将中断，清静的化身也即将远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政法或许也会慢慢的式微，王法还是不能够得到彰显。如果如此的话，王法佛法又有何用呢？而我为什么非得留在宫里不可呢？如此向国王不断地哭诉着。这时因陀罗布里王就说，太子妃啊，你所说的话实在是十分的有道理，你的见解也没有错，那我为什么不听从你的建议呢？这时国王就庄严地走向王城之中，他双膝跪下，五体投地，合掌向诸佛以天地神奇顶礼，而唱诵道：多么难以思议的奇特之事啊！这位王中之王竟然不是大众的依附，清净的化身也将视线到各个地方去，除了海参金刚莲花王太子之外，现前世上已无其他具足了义的道师了。佛法各乘皆有差异，但是从莲花中出生的大士所有的言行，乃是真正的通达成佛的道路。我们如果顺从着从莲花中出生的化身大士的修行之道前进，我们自己以及一切的众生都将圆满成佛。国王这样庄严地唱诵着，而四大天王也在国王唱诵完毕之后，迎请从天空飞下的四大空行永护，他们冉冉地从天上飘下，脚踏着有力的金刚舞步，口中发出微妙的轰轰梵音，并且协力扶起清净的佛子莲花王，骑上马背，各自抬起这一只宝马的马蹄，舒然飘上天院去了。而龙王的七宝也飞跃在天空，忽然在前，又忽然在后闪烁，隐现光明。天空更有五彩的霓虹照映着这位殊胜的化身，如彩带一般地披在他的身上。这时大臣看到这幅殊胜奇异的景象，突然之间心中升起了极深的忏悔，眼泪也从脸上慢慢地流下，尤其是妇女们更是心痛难忍，甚至声泪俱下，在地上翻滚着。这时国王也连声悲叹着：我最亲爱的王儿，你就这样远去了，真是因缘不能具足啊，这样不断伤害我的希望，实在是令人伤心痛苦啊。而慈光女太子妃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宛如是断了气一般。五百位侍女更是嚎啕大哭，双手捶胸顿足，满地翻滚，
痛苦的哀嚎。而那些魔臣们嘴巴大张，气息汹汹，目不转睛地盯着太子，看着太子要前往何方。他们的愤怒是任何时刻也不能得到止息的。而王后也痛苦地自言自语道：我最疼爱的太子啊，从今以后我再也见不着你了，这是多么可痛可悲的事情啊。现在忧郁的烈火已经从我的心中焚起，将我的整个身体燃成灰烬了。信仰佛陀的佛法大臣啊，敬请辅佐大王来调伏这个苦难的国家吧。这个地方很有意思，过去啊，这个害过这个菩萨的人呢、反而都是成就快，因为害菩萨呢，菩萨就先成就了、因为他们成就了菩萨的阿难波罗蜜，他们就要下三恶道，在三恶道里受苦、但是呢，菩萨成就了以后，最先度他们，直接把他超到金刚界去，直接从恶人从三恶道超度了。虽然他们是要下三恶道，但是他们在三恶道里，他们说不定你看比那些王公大臣们还先成就，他先跑到色究竟天去，你那些大臣们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先成就了菩萨的阿难波罗蜜，也就是说他们还是缘分甚深。简单讲，他们害菩萨都是有缘分的，包括那个桑母啊，还有那个叫莲花清，你看他叫莲花清，他跟莲花生最亲，所以叫莲花清，他是有意义的、他害莲花生，所以乔大魔就在他的迫害下最先成就了、他为什么不把他们都杀了全部超度呢？那是不可能，破坏了这个因缘、佛菩萨他要观察因缘的，佛菩萨讲随缘，这个随缘两个字的密意是非常深的，不是你想象的，你想象不出来的。为什么这个莲花太子不把他父王杀了超度了，直接超度金刚界去，是不是？为什么不把这些大臣杀了，为什么只杀他的妻儿？这都是有因缘密意的哈。我也有些诺张张别莫解释动不了，杨子说的我这边别莫就那些送张活都看着嘛，别过了姐姐姐送到这边今夜落去些送送那就得入进步了。